学习华语来台湾就对咯。从北到南的华语文学习机构，拥有完善的华语软硬体设施，不仅学习内容多样化，并设计长短期课程培训，提供来访学员专业的华语学习环境。在台湾除了上课的时间，出去吃饭跟朋友们见面都是讲中文的，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差别。因为在我的国家，在波兰，除了中文课以外没有机会讲中文，所以会马上忘记。如果我在台湾学习中文的话，我可以去国公，然后可以看到李龙山介绍的花花或者什么盘子或者书法家那样的，但是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下课后不妨来趟国立故宫博物院之旅，博物院里典藏丰富的华文书画及千年历史文物，可以让人领略中华正体字之美。内容丰富的华语文学习网站是课余充实自己的好工具。自2007年起，侨务委员会积极规划全球华文网，透过线上包罗万象的学习资源，让更多外国学生体验华语文化的实用与魅力。来台湾学习正统的华语，让专业的教学内容、完善的教学环境与多元的线上学习，带您进入精彩的华语文世界。